老板娘，安全帽拿掉，安全帽拿掉。要干嘛？要吃肉燥饭。我要吃蛋饺。肉燥饭两碗。三碗。小碗的。哎，小碗的。啊，一个。一个托沙。我要吃。还有一个葱蛋长安能，我要吃蛋跳糖，我要吃一个头山。您三点下晡三点卖到几点啊？我暗时啊十一点半。卖到这么晚，安全帽就直接拿掉去。啊，一个长安能，啊，搁一个土沙汤，中尾的，嘿，啊，汤我较济个哦，无够还搁开咯。哦，还有泡菜呢，泡菜小孩子不会吃。吃泡菜吗？来，椅子坐好。吃什么？青菜要吗？我已经叫了，坐好了。肉燥饭哦。啊，长安能。啊，还有一个土沙汤，土沙这罐这点，这点啊。哦。肉燥饭，要我你跟弟弟一人一半，然后云溪你吃一个，要不要零吃一点？不要，做好吃。没有，你们没有要蘸酱，一个就好了。好，这也算我一个碗呗，我给你退了，碗你退。要伊要分一半，我食袂了。他们两个的。汤匙哦，分给弟弟。很需要的。汤匙。有在哪了？给我吧。谢谢，来。看一下他的菜单，葱仔蛋。哦，里面还有呢。没了。哪里没？还有一块刀啊。用汤匙啊。用汤匙，你不是有拿汤匙？爸爸。汤匙分了。给我。播一下，接着来，加油！等一下蛋就来了。爸爸上次，上次怎样？没事。
放着啊，先放着啊。哎呀，洗衫的啊。这这鸡饼。啊，等下去甲你加较汤的。好嘞，这鸡饼的啦。系啊。你想哦，要包我这张张。啊，这温料是温这哦。哎，啊，你啊，你迄咸无？咸无，做咸没有？还好啦。哦。因为囡仔袂使温这啦。系啊。我大你咸哦。系啊，十岁的五岁。啊啊。三两岁半。算迄款的，家己白富的就跳啦，啊无差别啊。你已经三岁了。对啊，哪有三岁，两岁多而已呢。他是谁？他上的上。十一月，他的生日是十一月呢。对啊，现在三岁了，他那个生日晚上三岁，然后我还没。还没到，他生日还没到啊。对，还没到。那我生日嘞？你生日到你就六岁了。现在才五岁，然后我。现在才五岁，开始吃。啊，你又没有在拍我这样。有啊。拍你啦！爸爸的皮糖，对，爸爸你看那个皮糖，爸爸的，我玩拿好，爸爸多包饭，25块的多包饭。爸爸，这个掉了吧？耶！哦，好干呐！从下午的3点卖到11点半，安徽火车站。老爸，你的手一直在发抖。对啊，很干。要不要喝喝看这个汤？喝喝看。喝一口看看，小心哦！不要。伊那个是人家的汤。哎呦！哎，两补我给你。两补的不要紧啊。冲蛋呢？冲蛋。不要。你要？不要。要，叫了就要吃，快点。什么脸？林熙来。阿信。我弟弟快吃完了呢，他有多饿啊？我掉了哦。吃蛋蛋呢？吃蛋蛋，冲蛋呢？吃蛋蛋。快点。我不要吃太多。我叫你嚼一口。啊，怎么我搞得到不窝火啊？哎，再加点，弟弟给你加个。筷子凉了。快点吃呗！好吃。串串卡掉了。嗯。你看，姐姐都快吃完了。还有糖。然后吃点。还没有吃干，还没有吃干净。吹吹哦。而且姐姐。快点吃，你再不吃我要一脚。你先过来，过来，碗过来，我叫你过来，我跟你讲，吓死你了！爸爸，拿个烤肉。我知道接谁了。哎，看看。蛋蛋好吃哦！好了好了，赶快吃。姐姐裤子好小。等下再帮他擦。等下再帮他擦。好好爸爸，弟弟看到妹妹了。
好好吃。这个拖扇吃了会病变解哦，这个胶质。来，一人吃一个拖扇。我不要。吃一点。你太多了啊，我的饭很多哎。你吃来。吹吹，烫烫，烫烫。啊，为什么你都没有在吃？有我在吃，为什么我都没有在吃啊？嗯嗯。爸爸，为什么你都没有在吃蛋？快点，你再不吃我就一直夹。那、我就。我有在吃蛋，好吃吗？好吃蛋。胶质，这个对女生很好。好了，嗯，这是什么？还有你的香蕉，嗯，昨天也有买一个汤回去嘞。吃最慢的，每次我们三个人全部吃最慢，你居然吃比你快。是给你，你一直在家，我吃不完。嗯。你在唱歌。家吃快点哦，你们吃最慢哦。姐姐上次还把姐姐的那个饭拿倒掉，姐姐也说我的饭也倒掉。什么啦？你就吃完了没？看没吃完，然后就倒掉是不是？姐姐还没吃干净，姐姐又倒。你说呢？来，丽欣，你的碗拿过来，我装汤。碗拿过来。哎，我在讲话，你没有听到吗？还是这个，是有几只的？要录。好。不要漏吗？你不要漏吗？可是来这样大，我没听到他不要漏。来这样大。我放很高。要漏就不要漏，漏给我。汤汤，鱼翅哦，你知道还要跑什么？等一下，爸爸，你先啊，你，阿爸，嗯，再下一个，再挖坑。
林子家，我们都吃完了。你最慢。你加太多。你最慢。是不是？盖住。哦，又加汤。玩拿好哦，林带队。快没电了。嗯？干嘛？还要吃？还要汤吗？还要一点点。好吧，我刚才听到你的手表。有。八点了呢。不知不觉已经八点了。吃最慢哦，山东路跟国外路口。哦，要不要喝汤？好，等一下再去买饮料。要不要？还有饮料啊。要不要？不要。知道吗？够吗？我们家里也不是有饮料。你只要赶快吃。是你。需要要吗？加太多，我又没有汤。要加汤吗？全部的人都在等你吃最慢的，我都吃完了。你看，换尿膜了。加油！加油！头上喷，卧槽，饭配头上喷。还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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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晚了，好棒！还要付钱，等一下，先戴安全帽。他车检的。好，你先没用，不要紧。喂，偌济？哦，好。三个肉色饭，啊一个。迄我才上来做。要去啊，忙提落来。来，你讲哦，你讲哦。好，你要收钱就对了，你有机会就对了。八十五。对吗？八十五对吗？哎呀，够长啊，两呢。够有肉丝的饭呢，我感觉怪怪。啊，搁一个汤呢。七十五，我加无差。嘿，阿哥一个汤，七十五。我加百啦，加七十块啦，哎，一百八十五啦。哎呀，就一百八十五。你只做听讲八十五尔。嘿啊，一百八十五啦。
卖完鸡，卖完鸡，不要紧。我感觉无啥对。哎呀，三碗饭，一个卵，搁一个汤。哎呀。二五，75，加50，125，125，搁加。185就对了。对。他和头一样，提落去。我提500，185找325。315啦。哦，315。我嘛，互你冲甲火去啊！OK， 跟大家说拜拜呢，拜拜，你待这里拜拜。